进入了我的人生，然后陪伴了我的青春，所以这个段落其实我唱的歌都是希望可以唤醒你们某一年的记忆。你们应该都唱得很尽兴吧，是不是？我最喜欢这一段，因为昨天跟今天都是我可以更近的看到你们，而且看见你们张大嘴。跟明星嘛，总是会有一些虚荣感，就是难免都会看到路人太冷淡的时候，就自己会有点内心受伤，可是看到你们就啊这样子的时候，就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事业蛮成功的。很谢谢你们用尖叫回馈我，用你们的手让我看见你们都有听见我的声音，真的很开心。因为一场演唱会的时间很长，然后娱乐的消费也不是很便宜，很多人说都要去吃土，或者是要大肆的打工。追星很辛苦，我不希望你们这么累。那我能够回馈的就是，我永远都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然后相信我，我给予的作品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好不好？下一首歌呢，我昨天是有跟观众说，就是这个段落我需要大合唱，但是我不会勉强下一首歌让你们大合唱，因为你们会的话我头就剁下来。昨天已经有人把一些地址传给我了，因为他们说他们会唱，请我寄到他们家，所以我今天不敢随便说这样的话。但是呢这首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虽然我当歌手也不是一年两年五年，我当歌手这么久了，但是直到蒙面唱将这个节目才让大家忘记了刻板印象，真正的聆听我的声音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好重要。那我在今天就把面具撕下来唱给你们听。